我现在虽然我已经退休10年了哈，但是我是退休期间我的教学是都没有停，所以我每个礼拜啊，我都会到台中医院去做住院医师的教学。对，我讨论完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去病房看病人。苏妈妈，我是毕医师啦，我来给你看哦，哈，恁查某囝哈是我朋友呢，哦。也就友好哎哦，他是86岁，那3年以前哈，因为中风，然后情况就很快速的恶化，所以他现在四肢都卷曲，然后要靠鼻胃管，然后呢躺在床上已经躺3年了嘛哈，看到他四肢这样越来越僵硬哈，所以他们很不忍，那刚好他的女儿看到我写的断食善终。所以的就转请人来找到我，哎，那我就帮他安排，就是说我们来做断食善终，对。去年7月开始养成每天抄心经，我觉得对自己本人而言，也是可以让自己能够心更定下来，然后呢，最后我们会回向给有情众生。那当我在帮忙一些病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在心里哈，帮他回向给他，然后希望他可以很顺利，好，很安详的往生。啊，因为我从小我妈妈就是在做裁缝，好，把我们三个小孩养大，所以太习惯那个，很习惯妈妈在裁缝机的前面的身影。我们家的3姐弟。都会帮妈妈做一些手工，譬如说缝裙角啊，把扣子缝上去啊，哎对，然后呢就这样子，妈妈给我们零用钱，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跟妈妈的连结，所以我会把它放在书桌上，对。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凡事有利就有弊，全球高炸马博什么植物人。哦，啊，嘛无啥物渐冻人，啊嘛无啥物安乐死，伊的主人无喘气，伊就走啊，对吧？啊，咱即马就是因为有很多医疗设施啊，就像上一集院长所说的，什么 CPR 啦，有很多机器可以救人啊。当然，伊若是一时的呼吸停止，我们靠一些机器去救活他。啊，若是讲啊救回来了，会变成植物人，真正咱弄了就唔甘的。哦，不忍心。那但是又有利的，就是说愿意器官捐赠，让另外一位病人获得重生的机会。所以这个现代生死的课题呢，我们今天还是邀请上一集的三位来宾来跟我们一起聊。欢迎我们台中市立复健医院前院长毕柳英毕院长，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我们器官捐赠者家属杨淑芝，真的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亚东医院的器官协调师潘景惠，雅兰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上一集我们聊到，就是毕院长让他的母亲断食善终，那就是这个我们还是很少听到这样子的名称呐，哈。那在你实施这样做了之后，然后又出了这本书之后，应该有很多的对你的评价吧？哎，对不对？有对，很多回馈，对，就是说有人可能会赞成，有人可能会反对。哎，目前哦，只有一个爸爸，就是说三个姐妹想要帮妈妈做断食善终，然后那个爸爸反对，然后他说：“那迄个医生写这条册叫人饿死的。”我这个是转述，他不是当我面讲。那其他所有的回馈都是正面的，哎，对，正面的，包括是说啊，看了我妈妈的例子，他们觉得死亡不是那么恐怖的。啊，他会觉得我将来也想要这样，哎，譬如说有很多的这个读者，他们
家里都也有这那个躺在床上啊、情况很不好的家人、嗯、那他们看到我书上有提到我帮忙一个病人拔管善终、嗯、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也有需要，而真实也来找我帮忙。嗯，哎，那目前已经有三位啊、往生了，那有一位在进行，一位正在等待、嗯、所以这一类是比较实际的，他需要我同样用断食往生帮忙。对、嗯、那另外一个小插曲就是我的故事里面有提到妈妈的一生，有提到爸爸对妈妈的压迫，那就会有很多人看到我的书里面提到的家庭创伤，他会说跟我们家好像。嗯嗯嗯，对，所以有共鸣。对，那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妈妈很有智慧，然后觉得用这样子的方法离开是很有福报。对对，那毕院长的书写着说，借着我的笔，母亲继续精彩的活着。对，因为她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在家里没有几个人认识、嗯、可是我把这本书写出来以后，等于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人认识她。对，然后妈妈的这个精神也变成影响到很多人的人生观。嗯，所以我觉得她还活着、嗯、那另外就是更积极的是，因为我就是在帮忙推广这个断食拔管善终。对、嗯、所以那些人哦也都实际上真的受到我妈妈的等于是好的影响。对，听说你梦见过妈妈回来过。我妈妈过世以后两个礼拜里面、嗯、我就梦到她三次。嗯，那第一次的时候，三次的画面都是一样，都是我妈妈比较年轻、哦、然后呢就是很开心的在跟两位女眷聊天、嗯、那我觉得那应该就是我的东山阿姨。女眷，你很文言文呢。女眷有一个是背对着我，我就觉得那个可能是我没有见过面的外婆，因为我外婆在我妈妈四岁的时候就过世、嗯、那另外一个很可能是我阿姨、嗯、因为我那个阿姨大我妈妈11岁，我妈妈把她当妈妈一样看。哦，你的梦怎么那么清楚啊？我们梦起来都忘记了。那个梦清楚到我觉得我人就在那个梦中，然后我很惊讶。嗯，哎，妈妈你不是走了吗？嗯，哎，怎么这坐在这里跟人家聊天？嗯嗯，好、哦，然后后来一直想，在梦中一直想，那就想到说啊，最后一面是妈妈躺在棺木中的时候、嗯、我们去瞻仰她的遗容，我说啊没错啦，妈妈走了啦。嗯，那我才醒过来。嗯，对。那我先生都不太相信托梦，他就会觉得啊那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想、嗯、可是我最近帮忙一个那个林爸爸往生，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很喜欢到处玩。嗯，然后呢他躺在床上10年，嗯，才断食往生。那当天第二天哈、哦、他的妹妹就告诉那个他的女儿，就是这个病人的女儿说啊，恁阿兄，阮阿兄吼穿甲足歹，然后叫讲伊即马要死给去剃头啊。然后呢他的那个照顾他的外老在印尼，嗯，也打电话来说阿公是不是走了。哎、欸，我昨天晚上梦到阿公来，穿得很漂亮来找我、嗯、说叫我带他去印尼玩、嗯、那这个他的子女听到这个两个人的梦，哇，心里都觉得很放下，说原来爸爸是真的得到自由了。对，他本来被绑在床上，困在床上10年，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托梦是真的。嗯嗯嗯，对，哎，对啊，所以他们解脱了之后就开心了，所以他们的灵魂是在的。对对，我就相信人死了以后他们的灵魂是在的，然后他们在另外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世界。嗯，但是将来我们会相见。对，所以淑芝女儿的灵魂也是在的。对，而且她把大爱给了这么多人啊、哦、那我相信她也是开心的、嗯、没有梦过吗？哈，没有，因为我觉得他不到梦中来，应该是他还有重要的任务还没完成。哦、哎，尤其是在就是收到卡片，就是说弃捐受赠者家属、嗯、他们有寄卡片给我，从就是有医院转过来。哦、那就
我看好像三张是不是？对对对，然后里面有年纪跟他很相近的啦，那也有肝脏的受赠者、肾脏受赠者，那很感动。然后其实我今年也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今年我反过来我写了卡片给受赠者，然后受赠者因为疫情关系，我也担心说他们是不是过得还安康，就是还顺利顺心这样子。他可以写卡片给你，其实你为什么不能写卡片给他？因为现在是双盲制，有一些限制吗？有双，现在是双盲制，所以我们彼此我们也不知道受赠者是谁，他们也不知道捐赠者是谁，就是要透过第三者，透过医院，他是匿名转交的方式嘛。那这个方式的话，其实都会透过我们像医院的工作人员代为转交。那有时候我们有遇过，就是像捐赠的家庭，他很想要知道受赠者好不好。那我就遇过一个妈妈，那她都会去学做手工皂，那她就告诉我说她想要做一系列的手工皂，那比如说像是那个端午节她要放艾草的，然后她就说她做的这些皂她都是要给她的受赠者，好，她希望说接受她孩子器官的这些其他的孩子们，好，就能够感受到妈妈对他们的疼惜。秀秀他就是说希望我们转交这些手工皂给他的受赠者，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 OK 的。所以你是可以写卡片的。对，我写卡片，然后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就在今年的那个就是他们去回诊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受赠者，他刚好是我就是在彰基的一个协调室社工师，完全应该是社工师，他刚好就是社工师一般不会到门诊去帮忙，他那一天就刚好就是护士忙不过来请他下去帮忙，那受赠者直接就跟这个社工师讲说他今天很开心，他收到一个捐赠者寄给他的卡片，无意中，对，然后整个头皮发麻，他赶快下了诊间赶快打电话给我，他说他目前过得很好，因为本来这一位是肝脏受赠者，他原本是孩子就是准备休学了，因为状况很不好，那后来得到这个肝脏之后，他的孩子都考上不错的学校，有考上清大，然后一个考上好像是台中一中吧。哇，你然后、就是、你看女儿功德无量。可是这位先生他讲的一位很讲的很可爱的一件事情，他说但是我刚受赠的时候我晚上完全没办法睡觉，早上精神很好。我就知道为什么了。我说，因为我女儿等一下没关系，等一下再来告诉我们为什么。好，这好精彩，我们等一下再来听。好，马上回来。就协调师的这个角色，他就不是必须要随时 on call。那谁要娶你啊？对不对？结婚了没？不好意思，就抛夫弃子嘛，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是彼岸花，就是我们讲的荼蘼花，然后这是妹妹的名字。那彼岸花它的花语就是孤芳自赏嘛，对，就是因为是彼岸花，就是联系这个世界跟那个世界的花朵这样子。提醒我自己要继续努力，帮妹妹一起努力这样子，这是我继续做这件事情。然后一部分也很坏，但是爸爸妈妈都是从别人的地方、别人的 FB 啊什么来看到我自己，我也没跟他们讲，然后变成他们觉得这个想法不错，所以他们也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也觉得蛮新颖的，就爸爸妈妈这个年纪也跟我一起执行，蛮有趣的。答案即将揭晓。因为他说就是肝脏受赠者，他接受到这个肝脏就是移植之后，他其实晚上都睡不好，都精神特别好，然后白天精神不好。那我当下我就因为年纪的问题吗？没有，我当下我就笑出来了，我就跟那个社公司讲说有最大的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我女儿晚上都在练排球，她晚上他们都练到很晚，都会练到一两点，就在他们所谓的天空，对，都会练球练很晚。那白天睡觉通常就会开始打瞌睡了，所以早上精神不好。对，所以我们刚刚就偷偷的在说，这些器官都有灵魂的，很妙。那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就是年纪跟他蛮相仿，我看到他的讯息里面是。他那时候因为要洗肾，所以就半休学了。那这个孩子，他在就是移植肾脏之后，
他有梦到我女儿，他说哎，一个长头发大概是18、19岁，他因为他也不知道捐赠者是谁，嗯，然后就是盯着他跟他讲，请你好好保护这个器官。好，那我就跟他讲说，是，这是我女儿，我女儿个性就会这样，哎，我给你的东西你一定要保护好。他就是很像老师这样子，因为他长期在我那边，有时候下课回来就会帮忙带小朋友，嗯，所以他就是那种有点命令式口气。小老师，我就对我说，我相信那是我女儿。但是你们做了一个非常棒的行为，就是之前不是有一部电影叫《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嗯，你把女儿哦，我们家比较特别一点，我们家就是因为我们也很想念她啦，因为她一直不出现，我们也一直想逼她出现。后来就是我把女儿就是把她的名字刻在我的大拇指，因为她或许在外面不是最优秀，但是在我心目中她是第一名，所以我把她放在大拇指。嗯，然后这是她同学。他同学，我们家就是丽蓉的同学帮我吃上去，因为我女儿喜欢太阳花，嗯，然后爸爸就把它刻在靠近心脏的位置，对，嗯，那哥哥是荼蘼花，因为他觉得他对他的思念就是一直都在啦，所以哥哥在这个地方把他的名字就弄在这个地方，嗯，对，嗯，那这是我们就是说，哎，他。我们不希望说，哎，我们本来一家五口变成四口的活动，所以他在我们心中其实，嗯，一直都在，嗯，就是五口的活动他都一直有参与到，用这样的心态去，对对对，去过你的人生，对，这样就会比较坦然一点。对，悲伤也不是办法嘛。对，因为后来慢慢我也知道说，哎，我看到他们的回馈，我慢慢也知道说，哎，嗯，其实他只是在某一个我不知道的角落，对，那他也在认真的生活，在过他的日子啊。你在节目上呼吁他，可能今天晚上就来看你。我也是希望这样。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景慧哈，刚刚很纳闷，就是说为什么受捐助者跟捐助者不能见面，这有什么条例或者是什么没杠吗？这应该是站在保护双方的立场吧。嗯，对，因为他们当然会想知道说对方到底好不好，对，但后面可能也会衍生到一些问题，如果他不好呢，嗯，那会不会失落，就是希望说不要直接知道对方彼此是谁，但是其实我们会像以亚东医院为例好了，我们每年在医院五月的时候会办一个怀恩节器官捐赠的家属活动，那在这个国际会议厅里面呢，就是会有两组人，一个是捐赠者的家庭，一个是受赠者的，好，还包含他们的家人，嗯嗯嗯，那这两群人呢就可以彼此看到彼此，一个呢会非常感谢，就是因为你们当时这样的决定，今天我还在这里，嗯，那捐赠者家属他也会很感谢你们接受了我们至亲至爱家人的这个大爱，嗯，好，那你们也代替他继续活下去，嗯，因为曾经我服务过一个妈妈，嗯，她就说她觉得她当妈妈很失败，嗯，她被老天爷 fire 了，那她孩子很优秀，那时候后来做了器官捐赠，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觉得他从此就是多了更多的孩子，嗯，好，那只是他今天不是用这个形体存在，他是在另外一个角落，嗯，就像刚才李蓉妈妈说的，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器官捐赠这一件事情，也许在那个当下做这样的抉择，其实是很辛苦、很揪心的，嗯，那但是跨了那一个部分，很多时候说希望他们放下。其实我觉得是安置，就像安置在45度的那个角落，嗯，那我们也有捐赠的家庭，他们捐赠的是独生女，对，她的房间捐赠了这么多年，手术好这么多年的时间，她的独生女的房间她还是维持原貌，嗯，好，所以其实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调适他们的悲伤历程，嗯，也许她第一年回来医院参加这个怀恩节活动的时候，你问她说还好吗，嗯，她可能说不出话来就掉眼泪，嗯，好，那第二年他回来活动，你问他还好吗，他会点点头说谢谢你的关心，嗯，那第三年回来以后，他会去安慰旁边的刚捐赠的家庭，回来问他还好吗，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像我们也会办很多不同形式的捐赠的家属的遗嘱的活动，其实就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后续的持续关怀，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器官捐赠的事情不是捐赠完了这个服务就结束了，对，它其实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后续的关怀，嗯，那包含像登录中心他们在这个部分家属的部分其实也是很在意，嗯，就是说他们要让这些遗族知道我们是被
摊在阳光下被重视，因为有很多早年的捐赠家庭他们是走不出来的，嗯，对，他们也不知道要走去哪里，所以其实我觉得社会整个文化的背景都在改变，所以我觉得是要去荣耀捐赠的这个事情。刚刚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说跟时间赛跑这件事情，是听说你是24小时都得待命的。对，就协调师的这个角色，他就不是必须要随时 on call。那谁要娶你啊？对不对？结婚了没？不好意思，就抛夫弃子嘛，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做这份工作，包括医师也是啊，是不是？就是我们都是是啊，譬如我工作放在前面啦，是妇产科医生，他也是24小时 on call 啊，就接生的，赶快吃饭吃一半就对啊对啊接生了，就你可能今天好不容易看了买了一个很贵的舞台剧的票，然后才刚进去哈，然后灯光才刚按下来，手机就响了。那这时候你就只好跟你的朋友说不好意思我先离开了。那我如果在舞台上表演的我一定很生气。我是演的不好吗？你干嘛走？对啊，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都要能够理解这份工作价值的意义啦，他们能够包容才是让这个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够继续成为一个置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点这样。乐此不疲。服务了大概300位成功捐赠的，哇，300位，那有没有哪？当然啦，每一位你一定都说印象非常深刻，那可不可以举一点比较感动、比较温馨一点的例子？刚刚说像在跟时间赛跑嘛，其实器官捐赠的确是，因为有时候病人的状况其实非常不稳定，尤其是在脑干衰竭的病人。那我刚刚所说的像有一位妈妈，好，她其实也是很年轻，43岁，她是一个单亲的母亲，然后有3个孩子，最小的才10岁，然后她是工程师，那她跟她最小的女儿就这样就是去买菜，回家爬楼梯爬到5楼，爬到3楼妈妈就倒下去，10岁的小女儿目睹妈妈发生这个意外，然后小女儿很机警，赶快跑到5楼去按电铃，然后家里的人赶快出来求救。那19来处理的时候，其实也是到院前心跳停止。那经过了一连串的这个处置之后，然后低温疗法，可是脑部的功能其实没有回来。后来家属告诉我们说，其实病人本身他有器官捐赠这样子的一个 IC 卡的注记，我们去查的确有。好，而且他妈妈告诉我们说，女儿她生前其实就是很乐观，即便他是单亲，拉把3个孩子长大，但是他一直告诉孩子说，因为我要把我自己安顿好，我才能够照顾你们，所以我的身后事也都交代好。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妈妈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女儿的心愿一定要帮她完成。那后来就接连的签了同意书之后，执行了抽血的检查、组织的配对，好，然后还有安排做2次脑死判定。所以这个时间大概在12个小时之内完成，那可是比较尴尬的是，其实周末就是母亲节，对，那你知道那个节日其实对这个家庭来讲，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然后我们就想说，跟妈妈说有没有必要把这个时间点就是稍微做一下调整。好，那这个老母亲告诉我说，其实这就是女儿的心愿。好，那如果都安排好，就让他顺顺的走，他也不舍得女儿就是插个关子，好，他也希望给他3个孩子留一个榜样，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在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会看到很多人性当中很艰难的一面，就像妈妈当时做决定一定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会回头去看到知道说这个是支持他们做决策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生前如果能够表达自己的心愿，让我们的最亲近的家人在那一刻的时候不要再受这样的煎熬，他就是帮你完成心愿就好。那后来那个我们要送病人去手术室的时候，他的女儿就是3个孩子都来床边跟妈妈告别，因为那就等于算是最后一个母亲节了，所以他的小女儿就准备了玩偶，那我就帮他们准备了3束康乃馨，所以他们在病床旁边跟妈妈告别。然后我就征询家属的同意说，要不要帮你们拍一下最后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你还帮他准备康乃馨。对，其实
做这个工作很难哦，有时候你看到就很不由自主的会感同身受，难怪到现在还这一件事情应该很久了吧？但是、哎、对，就是就是疫情那一年，那时候其实疫情非常严峻，然后入院其实都有很多的考量，但是其实我们就觉得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让他能够促成，然后让家属来做最后的告别。对，这样已经两年了。不好意思，不由自主的，感同身受当时的那个状况，我相信，就是，要把大爱遗留在这个人间哈，这个当中的挣扎跟困难哈，当然如果当事者同意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应该还会有碰到一些我同意了，但是后来我后悔了，我们待会回来聊，在圣诞节的前夕。等到后通知说有心脏移植的机会，所以所有的术前准备都准备好了，但是后来就接到了下一通电话，就是说捐赠者突发性的心跳停止，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家庭觉得说老天爷给他一个圣诞礼物，突然之间从天堂就跌落到谷底。谈到生老病死就是人生的一大课题。刚刚谈到毕院长母亲，他让他用断食善终，其实有很多人也因此而让就是生病的人让他活得更有尊严，离开也很有尊严，他可以不要得那么的痛苦。然后也其实毕院长也说，其实像这样子的就是病人，长期卧床的病人，其实很耽误家人的青春。嗯，因为你必须要有人去照顾他，那个人就要一辈子就是要付出在这个亲人身上。当然了，我们中国传统一定是本来你如果起立在多喊你，那你不是要来搞我友好，不然你就是要来搞我搞。但是就是互相会有一点耽误啊。那如果可以救的，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把他让他继续。他延续他的生命，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办法可以选择。那透过这个节目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也不是不要愚忠跟愚孝啊。刚刚听到那个锦慧感同身受的流下眼泪，我也不大敢再想要请教你哈。其实先收拾起眼泪讲一些。就是比较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温馨的有感动的，但也有如果碰到说家属已经同意了，那你应该因为你们时间就是必须要分配得很好，那已经通知受赠者说可能有人要捐助了，对，那到后来一场空。也是有这样的经验。对对，其实我之前是在振兴医院做心脏移植的，那边当临床的护理师。那他其实是在圣诞节的前夕等到后通知说有心脏移植的机会，所以所有的术前准备都准备好了，但是后来就接到了下一通电话，就是说捐赠者突发性的心跳停止，那来不及处理嘛，所以就没有办法。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家庭原本已经觉得说老天爷给他一个圣诞礼物，等了这么久的时间了，然后突然之间从天堂就跌落到谷底，那这当然这也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那我们只能告诉他说我们等下次机会，但我们说这句话的同时，其实我们也在思考病人到底还有没有下次的机会。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其实很为难。对啊。所以你在这个比如说你当这个协调师，你不只要协调捐赠者受赠者，你其实还要协调医生。对，就是整个医疗团队包含医检师要做那个交叉比对，那脑死判定的医师，那甚至就是像员警啊警察官法医，这个部分其实都会需要同步进行。都你一个人？有一些医院他们会有社工师的协助，会用一个团队这样去运作。对，那整个捐赠的这样历程到后面的家属的后续关怀的部分的话，其实都是一个团队来一起帮忙这样。对，那所以受赠者的家属你
都认识这三百位捐赠的家庭吗？对对对对，其实、啊、捐赠对，其实有很多都还保有联系。那有一些当然是他告诉你说我不希望，我还没有准备好再踏入医院。嗯哼哼哼，那这个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再列入观察这样。那我有一个100年捐赠的一个老妈妈，她早年丧父，中年丧夫，然后晚年丧子。那所以其实她很辛苦，她当时也是拉把孩子长大，她的独子因为公安意外然后发生了这样从高处坠落的，所以她后来决定做器官捐赠。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困难，因为你进入到他的生命经验当中，你会知道他做这个决定对他来讲，他后面的盼望是什么，你可以想得到。所以其实他在签下他独子的那个器官捐赠同意书的时候，他一笔一画慢慢的写，我的眼泪一颗一颗的掉。对，所以他那时候他还反过来跟我讲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如果我们今天母子的缘分就到这边，好，我愿意，我带他来的，我愿意送他走。对，所以这些年其实我们都还有联络，他现在自己就是搬到花莲金社去住了这样。嗯，那可是这些年这个历程当中，其实我们都知道他相信就是他孩子去了更好的地方，他也相信他这个举动就是让其他的家庭并不会因为失去孩子而这个世界上多另外一个伤心的母亲，他觉得这就够了。对，我很担心你没有哭。我有盯住。你有盯住。所以哇，真的真的，他的职业真的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耶。对啊，要面对这样的事情，而且又是眼睁睁的看着别人那种家庭的生离死别，真的太尊敬了，佩服佩服。那我们想要请问那个淑芝哦，就是身为器官捐赠者的家属，你怎么看待这个不舍亲人还有成全大爱之间的选择？其实不舍的是当下看到他痛苦，所以就觉得说我还要继续这么坚持下去吗？还要再急救吗？那捐出去的部分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去成全他呢？毕竟是他的遗愿。就如同刚刚说的，因为有时候家长就是一己的私心，就是舍不得孩子走，但是强留下来其实后果是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断定。那只能就是说开心让他自己就是做他自己最好的选择。当下就是只能这样，因为也没有办法可以做了。对对，因为该做的也都做了，不该做的也都做了。对，至少你要相信女儿有某一些都还在这个世界上。对，那很多时候就是冥冥之中嘛。对啊，对对。接下来想要请问毕院长就是如果观众想要请教说断食善终的执行事宜，这个书里面有写吗？有，等于写我妈妈的例子写得很详细。另外一个例子是她是到安宁缓和病房的。所以那个例子严格讲不算很详细，所以我现在正打算在写第二本书。就是要把我执行这些案例以后的发现他们在执行过程碰到的一些问题，不管是医疗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有，因为毕院长好像在过程当中除了说你们兄弟姐妹，还有就是他的孙子，就是让那个家人感觉到子孙满堂。对，就是让要选择断食善终离开的人，他断就是让他觉得子孙满堂，然后还有去有一些体解抚平他的创伤。对对，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嘛。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妈妈的这个例子是已经是很完整的呈现了。 对, 对，所以我有朋友就讲说我这本书很像是临终陪伴的范本这样子。对，那另外一种
状况就是说，这个病人他其实就是情况很差了，已经卧床很久了哈、那所以希望可以，然后大部分都是说他其实生病之前都是有交代过的，譬如说有一位妈妈，老妈妈，她就是说，以前她照顾她先生，她先生卧病中风以后躺在床上两年，她就交代儿女了，我以后不要像你爸爸这样。可是他后来还是躺了三年，然后他媳妇看到我的书以后就说要做这件事情，儿子第一个反应会是说这怎么可以，对，可是后来我们去采访他，我有带另外一个记者去采访他，我们就问他说，我一开始觉得不可以，后来为什么觉得可以，他就说知识带来勇气，他就是觉得他听我讲的演讲里面再加上看书以后，他很了解以后，他有告诉那个记者，就是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我曾经讲，人家问我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说因为我是我妈妈的女儿，我又是学医的，所以我就是有责任要帮助我妈妈。那他是说，他从我这一句话里面，忽然感受到说，其实妈妈是有交代过，可是她怎么可以不承担，她觉得她之前不敢承担，所以一直还是请外劳，然后外劳要走了，她又想说不然送安养院，结果安养院找不到床，然后就这样正巧碰到这一本书，对，所以类似这样子的，这种就是她的情况是不好，可是她以前有交代过不想这样子带火的话呢，就是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在家里做，但是我很希望他们可以先跟我联络，对，跟我联络的话我会告诉他那个过程，对，然后我也帮他看说那些药，哪一些药物其实是可以不用吃的，对，然后呢你怎么这么佛心来着，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听你佛心的讲法，好，马上回来。其实我们最担心就是这种一腔热血的。上面有没有写说，你回去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在签署的时候都会提醒说，回去一定要跟你至亲家人讲清楚，说明白。阿弥陀佛我觉得当医生就是要济世救人嘛，然后当然用各种方法，像你说断食善终，当然在这个沟通当中应该也是跟景慧在沟通器官捐赠一样，都会有碰到一些难关跟挫折，但是我觉得就是本着善意，对不对？我相信家属都会接受的。基本上我会认为说，他是因为看了我这本书，想到要做这件事，所以我就觉得我有义务，对，所以假如方便我就会顺便去探视，那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是会用 LINE 会可以这样联络，所以一开始我的第一个步骤都是说确认你们家属有没有共识，假如没有你可以把书让大家全部都看一遍，对，然后呢再讨论，还没有共识再讨论，是，但是因为没有人，因为没有很多好人是不是可以一看到观念就改变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共识不要急，就是慢慢来，好，所以第一件事要有共识，因为我们之前的既定观念太深了，对，所以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把那个以前捆绑的那个东西放下，对，所以我第一件事希望他们要有共识，那第二件事我都是说，因为我现在相信躺在那里的人虽然他不会讲话，他其实是有灵魂的，有，所以我还是说你一定要跟爸爸或者是妈妈跟他讲清楚，说很谢谢你这一生照顾我，然后呢我们觉得你现在这样躺着好辛苦，我们实在是很不忍，你以前也有说过你不想这样子活，所以我们现在找到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让你早一点回到天上，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对，那这样子讲的话我觉得是尊重当事人，那当事人的灵魂可能知道他会配合，他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觉得饿，对，那对家属来讲呢，我觉得他有告诉过那个家长，那家长通常他们的反应就是
会有各式不一样的那种非肢体的语言的方式，让你知道说他其实是接受这个方法的。哦，对，哎，哦，你可以感受，他们可以感受得到就对了。对，不能点头的时候至少就譬如说有一个先生他就是眨两次眼睛，嗯，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一个爸爸就是说他平常有什么情绪他会有一些那个反应，但是这一次呢跟他讲的时候问他，他就是很平静，嗯，啊，女儿说假如你反对你可以握，嗯，他有时候会握一下手，嗯，那他没有握，嗯，所以其实是可以知道这个长辈他是接受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了，对，然后过程上面就是说照顾的，譬如说口唇要怎么样呢，怎么样不要有胃压疮，不要有那个关节的那个疼痛，这些我在书上都有写的，但是我会再告诉他们，对，这次毕院长说还会再出下一本书吗？对啦，其实才刚开始写，我们先看这一本哈，然后如果不清楚的有其他不一样状况的我们就期待毕院长的书。然后就是我刚刚有跟大家分享说我有一个朋友突然间不知道去医院干什么，就很简单的事情也没干嘛，然后突然间走过器官捐赠，他就马上全部捐，嗯，所以签这个器官捐助同意书，当然像我朋友那么阿萨里的应该也有啦齁，那有这么简单吗？其实器官捐赠这件事是一个认知信念到行动的作为，所以他必须要对这个器官捐赠正确的认识，好，包含他什么样情况之下可以捐赠，那他很多民众他可能就是一心觉得说这个很好我要这样做，可是他可能对于这后面的这些资讯他完全不了解，那甚至他可能签了以后回去也没有跟家人沟通，对对，其实我们最担心就是这种一腔热血的，上面有没有写说你回去一定要告诉我，我们在签署的时候都会提醒说回去一定要跟你至亲家人讲清楚说明白，让他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情，他对你的意义在哪里，那每个人走到生命终点的选择东西都不一样，不管选择哪一个，请他就是能够理解你然后支持你这么做，那其实我们也在临床上也遇过，就是签了回去以后放在抽屉里啊，那家长怎么会知道？对，那小朋友去医院做，就是考上大学去医院做志工，然后就成年就是放在抽屉里面这样，然后呢，结果那个家长不知道，下雨天骑脚踏车出去就发生车祸，那妈妈捐赠当下很煎熬，好，然后阿嬷又反对，那爸爸就说我已经失去一个儿子，我不能再失去我太太。所以说什么我要支持妈妈捐，就即便跟自己的妈妈就是阿嬷这边就是有了冲突，可是这个是我们很担心的，那最后来告别式办完以后，从抽屉里面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器官捐赠卡，然后那一刻他说他终于知道他孩子给他的这个答案，可是如果这件事情从头再一次，孩子如果签的时候他回去告诉妈妈告诉家里人告诉阿嬷，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我觉得就是更圆满，对，所以其实像你说觉得说好遗爱人间这件事情很伟大，但不要忘了就是最亲爱的家人是必须要被尊重到的，他们才会觉得在这个参与的历程当中他们其实是能够彼此同在一起的，对。但是我想请问说，他很阿萨里就签了，都不用检查吗？他搞不好不适合哪一个部分不适合捐呢？当下不会检查，当你躺在那张病床上的时候，我们启动了整个程序以后，才会做相关的程序的检查。那包含抽血，包含传染病的筛检，包含组织的配对，还有超音波这些进阶的检查才会做。对。所以那个只是表达意愿。到最后付诸行动，中间还有因缘要成就要圆满，所以当场签的时候不用先去检验，因为没有搞不好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又不一样的状况。你这么高压的工作，你没有想要换头路吗？你家人没有告诉你说我不希望我在跟你吃圣诞大餐的时候你要走，我不希望睡到半夜的时候我转身没有看到人？其实我父母还好，因为其实就是他们都觉得说这件事情很有意义，那我们自己家人其实都有钱，那老公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找一个比你更忙的就好了。
他就不会纠结你。这个理论也不错啦，也是对的。他就知道半夜电话响是医院在有事情嘛，所以他其实就会说，那你就自己叫健车哦，这样。那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很多吗？全台应该不到100位哦。对，那像我们亚东医院的话，目前就是2位协调师。嗯，好，我觉得今天就是听了大家的故事啊，都很感动，有笑有泪。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他的人生当中，在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都觉得都值得我们效仿。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人生调色盘能带给你人生一点点精彩度。谢谢今天的观赏，也谢谢三位特别来宾，谢谢。谢谢谢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先生缘，主人福”。啊，先生，咱以前拢叫先生，今嘛就是叫做医生，哈啊，主人就是咱本身嘛，哈。有当时咱来去看医生的时阵，奇怪，啊，这个看会好，啊，这个看袂好，啊，讲镜头，是哪会安尼？好，这他人有一挂老一辈的人就讲，啊，这个先生缘，主人福。啊，其实有当时也是一种机缘巧合啦。或者是讲，每一个人其实你拢讲一款病，但是你的结构跟你的免疫系统无同款，啊，所以可能对于来讲有效，对于来讲都无效。啊，这嘛是比如讲，咱伫个生活当中啊，咱若愿意努力，碰到贵人的话，你都有机会有成就。啊，你若一直努力，一直被埋没看不见，我感觉吼，天无绝人之路，绝对袂让你一直不足一世人。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当功成名就。啊，这是先生缘，主人福，引申到我们的待人处事方面。啊，我感觉讲，万事拢是随缘，咱只要心起会正，啊，天公伯啊，拢看得到哦。